他晕了。什么？那个病人陈元龙跑了？是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有几个人冲了进来，把我们的货源全制服了，还跟他们换了衣服，把货源全绑起来了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跟我走？ No sir。 再见了。你看看里边穿制服的呢是病人，穿病人衣服的呢是护卫员啊。院长，你说陈元龙得了失忆症？是啊，所以他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，这好危险呐！希望你们能在电视台把他的相片播出去。哎，不行不行，陈元龙啊，现在是警方的重要证人，只有他见过那个毒贩头子，如果把他的照片播出去的话，那会很危险的。这件事绝对不能够让新闻界传出去。好，院长啊，李男士全弄好了，好，请去看看吧。那就这么说吧，待会儿见。请吧。好。老婆，你为什么不跟陈元龙一起？